新胖脸，很多帅哥美女都被双下巴困扰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个按摩可以减掉双下巴的穴位——大迎穴，减掉双下巴，重拾自信。还等什么？快来学习吧！大迎穴位于下颚角前方，咬肌附着部前缘。当面动脉搏动处，将双手拇指指腹按压大迎穴，以局部感到酸胀，并向整个面部放射为宜。当呼气时，用拇指指腹点按大迎穴5秒，吸气时拇指松离，用力要轻柔适度，重复按摩15次，每日按摩3次，只要每天坚持按揉，持之以恒，15天你就会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就可以和恼人的双下巴说再见了。这个简单易学的减掉双下巴的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关注健康心经，更多养生小视频等着你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就点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